去的是鄱阳县的一个村，五个人。我们三个退伍兵，孩子放暑假了，我们给孩子做一个榜样。我们从苏州当天夜里我们就出发了，一个小烧烤店，我们几个人合伙的，就我们五个战友合伙的嘛。我们的初衷去是干啥的？我们是扛沙包的。我们烧烤店刚开了三个月，总归还有回头客的，对吧？我们不能门一关，人家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，这些人干啥去了？他们不干了吗？这个店关门了吗？哎，我说那我们写个字条吧，我们写个字条，我说我们抗洪去了，不是店关门了，哎，就这么个情况。